娘娘，你该起来了，快起来吃点东西。我已经没有脸在这个世界了，让我逃避一会儿吧。那我可先走喽。娘娘，我先下去了。站住！你手里拿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。娘娘真的没什么，是张家托人送来的东西。拿出来给我看看，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娘娘，这是张家托了城里最好的裁缝专门做的小孩的衣服。张家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前脚刚怀孕，后脚衣服都做出来了。娘娘，您不是常说有备无患吗？到底什么情况？你给我说清楚了。娘娘，我真没打算骗您，只是要是提前跟您说了，您定是不会答应的，所以才生米煮成了熟饭。说下去。我说了，娘娘你可千万要受住了，万不可做出什么傻事来。其实娘娘没有怀孕，那张太医是家里买通了才说娘娘怀孕的。什么？我没怀孕。嗯，太好了。那你快跟我说说，家里人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前几日幽兰殿又招了太医，家里觉得蹊跷，便暗中托人询问，谁知道江氏那小贱人竟然被诊出了身孕了。江氏怀孕了？怪皇上前段时间去幽兰殿了，原来是为了这事儿。娘娘，你可一定要忍住啊！就算是打掉了牙齿，也要活着写，往肚里咽。你再说一遍，怀孕的不是我，是江氏。家里人怕江氏有了身孕便可肆意妄为，于是便收买了张太医，将娘娘也把出席脉来。这样一来，找个机会除掉江氏的孩子。你们真的太狠了，真是最毒不过妇人心呐。娘娘，家里人知道你性子烈，怕事先告诉了您，没准啊您会打到幽兰殿去，到时候再惹得皇上厌弃。以后这种事情千万要与我先商量，假怀孕是正房该干的事吗？到时候玩现了，会不会也伤害到我呀？你赶快去跟夫人传个话，下面我要说的你每句都给我记清楚了。娘娘您说。第一，江氏肚子里的孩子必须保住，这件事情我另有安排。第二，齐盛不是傻子，赶紧叫家里想办法把我肚子里这个假货名正言顺的拿出去。